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檔位置有顏色大王啦，咁啊響內欄光年八十啊，黑沙武林密碼響第二位出邊走上去，仲有隻魅力寶區啊，守住內欄第四啦，就光年八十啦，第五位嘅馬就巴閉哥啊，再後啲嘅馬啦，年年豐盛啦，內欄啊實力哥啦，後邊嘅馬王者烽火響尾五都留得好辛苦啊，響佢外邊好拍檔，出邊運來勇士啊，尾二係名進福星啊，暫時放棄頭段先，六三就係呢只旺旺神區嚟噶啦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顏色大王啊佔先半個身位到啦，跟住第二位係魅力寶區啊，武林密碼黑衫響第三啊，埋邊第四位仲有光年八十啦，再後多陣嘅馬，咁啊巴閉哥亦都攞咗出去出邊噶啦，後多層名進福星實力哥，外邊運來勇士啊，最出有兩隻好拍檔，大外檔旺旺神區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魅力寶區鬥緊入邊嗰只就顏色大王啊，中檔位置上咗少少，有武林密碼啦，外邊巴閉哥一路壓住佢啊，出邊追咗少少，仲係只旺旺神區，最後百零米魅力寶區拋離後邊嘅對手個零身位，武林密碼打開咗，衝上嚟跑翻個第二，至於第三名嘅馬巴閉哥外邊追上嚟係旺旺神區跑第四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魅力寶區咁啊都係用一個比較主動型嘅跑法啦。咁啊，巴閉哥亦都攞咗出去出邊噶啦，後多層名進福星實力哥，外邊運來勇士啊，最出有兩隻好拍檔，大外檔旺旺神區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魅力寶區鬥緊入邊嗰只就顏色大王啊，中檔位置上咗少少，有武林密碼啦，外邊巴閉哥一路壓住佢啊，出邊追咗少少，仲係只旺旺神區，最後百零米魅力寶區拋離後邊嘅對手個零身位，武林密碼打開咗，衝上嚟跑翻個第二，至於第三名嘅馬巴閉哥外邊追上嚟係旺旺神區跑第四啊。结果今场赛事魅力宝区咁啊，都系用一个比较主动型嘅跑法啦。咁啊，结果走甩先啦。武林密码好似打开咗啊，咁啊冲翻上嚟跑翻个第二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綠色衫年年行運啦，響入邊越進歡欣啦，外邊啊快博啦，埋邊紅衫走咗上去咧就係只日日有嚟噶啦，內欄淺藍衫大約跟住個第五位就領航宇宙啦，響外邊橙衫喜連勇敢啊，馬林中間就超級綠洲啊褪咗落嚟，內欄白衫紅帽佐治勇區啊，出邊黑衫係焦點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先見到馬珠紅峰啦，隱形翅膀響外邊啦，尾三左右啦，咁啊啡色衫啡色帽嗰只咧就穿河手區啊，尾二藍晚罩咧咁啊仲見到個馬匹咧有情王喺中間啦，仲有呢只咧藍晚罩係最風雲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太學院彎啦，咁啊放咗出嚟嘅馬喺中檔位置嘅快博啊，喺入邊啊日日有啦，再見到第三位就係綠色衫呢只年年行運啊，第四位埋邊係越進歡欣啊，再跟住個第五啦就係呢只喜連勇敢啊，咁啊後邊嘅馬啦，跟住個第六位左右啦有焦點啊黑衫啦，出邊隱形翅膀啊，內欄淺藍衫領航宇宙，後啲嘅馬佐治勇區超級綠洲馬珠紅峰啊大外檔噶啦，咁啊後邊三隻最風雲啦，咁啊川河首區啡色帽啦，掟到最出仲係只情王啊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快博就已經透出咗咯，拋離個幾身位啦，咁啊見到追上嚟嘅馬有年年行運啦，入邊啊越進歡欣啦，外邊啊喜連勇敢，大外檔好勁啊，好似情王衝上嚟啊，最後二百米啦，外邊及上嚟有情王，中間喜連勇敢啊，再數入去仲有一隻年年行運，最後一百米中間喜連勇敢走出，外邊情王三幾個字幕拍咗上嚟，兩匹馬叮噹碼頭，第三名年年行運，第四名係佐治勇區啊，有冇機會贏到五 win 咧？潘頓定係外邊冚上嚟呢只情王有機會過曬咧？情王外邊入邊鬥緊嗰只咧，喜連勇敢，鴨上鴨落。
前面快博就已经透出咗咯，抛嚟个几身位啦。咁啊，见到追上嚟噶嘛，有年年行运啦，入边系越进欢欣啦，外边系喜年勇敢，大爱东好劲啊！嗰只情王冲上嚟啊，最后200米啦，外边冚上嚟有情王，中间喜年勇敢啊，再数入去仲有一只年年行运，最后100米中间喜年勇敢透出，外边情王三几个字幕拍咗上嚟，两匹马叮当码头，第三名年年行运，第四名系佐治勇驹啊。有冇机会赢到5win咧？潘顿，定系外边冚上嚟呢只情王有机会过晒咧？最佳場咧，而家睇彩啦，排第行第一號嘅情況咧，就係